有人看到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丹麦秘境，一个时辰前属下得知二人的生命都熄灭了。死了好，不知是何人杀了他们，本首席真想好好感谢一番。话虽如此，不过属下担心公孙首席会因二人之死迁怒于你，毕竟他们可是公孙首席的亲传弟子。